瘴气围绕，遍地毒雾，药房就在这里面了吧？房主的坐骑猩红巨蛛，久仰前辈大名，特来求药。药房从不做亏本买卖，想让我救人，先替我试毒。只要前辈能平息病疫，试毒又何妨？竟敢小瞧我老邪！漂亮仙子，你没事吧？老贼，我手抓他。幸亏长老及时通知我们，不然要遭此老贼毒手了。哪来的丑丫头，老邪要拿你来试最毒的药。昭烨，你误会了，这位是药房主前辈。毒老邪、前辈，您看出什么来了吗？这个病毒可有药物能医治？不能玩，这庸医连病毒传播的道理都不懂，咱们别再浪费时间了。整个月星世界除了我，再无第二人能解此毒。请前辈赐教。丑丫头，只要你把手上那东西喝下去，我立马就把病毒的解药告诉你们。赵燕，喝就喝。赵燕，解药。丑丫头倒是爽快，是猪鳖鱼的珍珠。猪鳖鱼的珍珠。薯条鱼儿，悬空钓鱼，你可真是姜太公啊。陈峰同志说过，没人能够拒绝薯条的魅力。可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毒老贼是不是骗我们？这弯月瀑布下真的有猪鳖鱼吗？看来真如药房主所说，猪鳖鱼十分考验耐性，不仅要找到它，还需要它自愿献出珍珠。时间不等人，大家都等着珍珠入药呢。嘘，有了。状如肺，而四目六足，这就是猪鳖鱼。好可爱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别走啊，我们需要你的珍珠治病，这下怎么办啊？药房主说猪鳖鱼是很有性格的生物，如果他不愿意或者不开心，是不会吐珠的。难道我们还得逗他开心？叶辉，快看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感受到我们的热情了吗？接下来请睁大眼睛。
就差一点。嗯，想让猪边鱼自己吐出太难了，干脆找来直接取猪。万万不可。这猪，难道他们被我们感化，愿意吐猪了？竟然戏弄贝小姐！你们是想被清蒸还是烧烤？别跑，把蜘蛛还给我！没时间了，我们需要你，你的蜘蛛。蜘蛛，把蜘蛛给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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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燕！赵燕！我受够了！太好了！你要干什么？我非收拾这些臭鱼不可！把蜘蛛交出来！我没时间陪你们玩了！赵燕，你冷静点儿。让开！今天我一定要取走珍珠。赵燕，你不能一错再错了。会害死猪鳖鱼的。让开，救人要紧，大家被病毒折磨着，我们没时间可以浪费了。你冷静点，如果大家知道珍珠是靠强取豪夺虐杀生命得来的，会不会使用解药？每个生命都是唯一的，必须全力救治。大家努力的和病毒战斗，是为了拯救每一个生命，每个生命都值得珍重。赵燕，喝就喝，解药。叶辉，叶辉，我可能没办法和你一起取回珍珠了。这是给我们的，谢谢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！赵燕也病倒了。
这么多，都是病毒的解药。林聪那边，就拜托你们了。叶辉，叶辉，叶辉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听到请回答。王爷，王爷。王爷，王爷，听到，请回答，听到，听到，请回答。伤害到任何人。林聪他们很危险，我要把药送过去。我一起去。你们刚用完药，身体虚着呢。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。你们也要学着依靠依靠大家呀。黑白怪。嗯。驿站不是在那边吗？坚持住，也会传来信息，解药很快就能送来了。我活不成了，你们也别想治好。刚刚恢复后，似乎连中毒症状也没有了，难道是白泽金刚的神兽之力治愈的？无论如何，在解药到来之前，一定不能再中毒了。地图显示，我们应该十分钟后就能到了。我们到月表了。老板，我们跑错方向了。这是月球的另一端。你能躲，那他们呢？你这家伙有本事都冲我来。你该羡慕他们。你想说什么？他们快不行了，马上就能解脱，而你还要挣扎很久。不过我也羡慕你以及我这千万年受过的苦难，你那又算什么呢？生病后我没有朋友，每个人都离我而去，病毒在我体内繁殖，带给我的痛苦是你们的千万倍。我不甘心，后来我发现我只要没传染一个人，我的痛苦就会减弱一分，那么是不是你们都感染了我就好了？王明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白泽金刚也用天眼看到了这些。那听起来他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坏啊。
我们试试好好跟他交流一下。你为什么不想办法治好自己的病呢？病毒折磨我千万年，岂是说治就治的？你已经被病毒侵蚀了内心，你是离不开病毒赋予你的力量。胡说！一方不灵，就再寻一方。而你抛弃善良，传播痛苦，这样的你，遭人厌弃，孤独一生，难道不就是活该的吗？住口！林冲！该死，你们上路了！卷卷别乱来，我们不可以去月表，你就相信黑白怪吧。我还是不放心，这黑白怪连方向都能走错，这么重要的解药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我们一起把药送过去吧，神树战队一定很需要解药。真乖，奖励你的。别把我当小孩哄，我可是叱咤护卫队的风云人物。风云人物，你要是不想拖后腿，就赶紧好起来，我们人手不够呢。我做不到见死不救，这也是为了我们月球。你能为他们挡到什么时候呢？要再不来恐怕要撑不住了。逮到你了。糟了，认命吧。解药，大壮，王明哥哥，接着。又是药，全都是骗人的东西。王明，你先去帮张丽和陈峰。你居然还能站起来？我又不像你，会记记忆。什么？白虎金刚，神兽形态。多了，林聪，你快吃药，我们对付他。假的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药？我没有朋友，每一个人都离我而去。你们帮我按住肥，没问题，看我的。林聪，安全了。林聪，你干什么？我要救他，用这份解药。你在羞辱我？没有人生来就该被放弃。原来世上真的有不会放弃我的人吗？千万年了，我解脱了。感谢神兽战队助我们拦截黑心，不仅打败恶兽，还消灭了疫情，挽救万千灵兔生命，是我们月星的恩人。这是七星印记，是我们血脉相连的证明。我就是你哥哥，请允许我们出战。事情结束之后，神女要怎么处置我，我绝无二话。没有人生来就该被放弃。这个哥哥好像并不是坏人，都是大家的功劳。主要是因为不和白怪去送药的功劳啦。你还好意思说，差点误了大事儿。
还好卷卷他们及时把药送到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卷卷和大壮呢？他们违反规定去了月表，现在在关禁闭呢。队长，娘亲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大帝您看，这是什么？